他说一个蚕，一个蚕顶三个鸡蛋。仨。嗯，我今天给你这得180个鸡蛋吧，你都吃了吧。过犹不及。我教你们怎么吃啊，这玩意儿，把它门关一下，故意捣乱的，可能。干净。这玩意儿，这玩意儿其实应该，对，放到这里吃。这玩意儿其实应该这么吃，我看别人这么吃的，看着没？吃这个。呀，挺，这活儿挺好，还整个方便塞里头。老大，我这怎么没有啊？这是啥呀？你那是屎。我要那样吃。吃这丝儿，这叫啥？叫什么？多找个有丝儿。哎，我这丝儿多。你丝儿多呀？你多丝儿点。嗯，这上我没丝儿。